由王茂雷主演的话剧《脱轨24小时》正在沪上进行最后的排练，该剧将于本月17号正式和观众见面。正在热播的《辣妈正传》中，王茂雷饰演了元宝身边的一位损友，竟给男主角张译饰演的元宝出馊主意。你要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姻缘，他出口就要毁人家的姻缘，就极其不会说话，很好玩的一个角色，就阴不阴阳不阳的说两句话，然后男一号就很生气，女一号就特抓狂，就属于这样的。